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干嘛？为什么没有人打电话给我？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看一下手机，有讯息，奇怪，他平常不是都会打电话给我吗？为什么今天是传讯息啊？我记得我每次醒来的时候，这个计程车司机都会打电话给我啊，今天没有打过来，有一点问题哦，我来随便打给一个人看看，不然就打给西门好了。来，赶快接电话，看他那边有没有工作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打不通？怪怪的、啊。哦，我再打一个，我打电话给这个麦克啊，找他聚会一下。奇怪，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然后我们先上车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按到1988个喜欢。这一次应该不会有人猜出来为什么是1988了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奇怪，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人接我的电话？我先去麦克家看一下好了。走，我们先用最快的速度过去。外面大马路一定有一堆的车子。为什么都没有车？是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怎么任何一台车子都没有？整个洛圣都呢，就只剩下我一个而已。哎呦，他家的门看到我的车还会自己打开啊！你看，这边有停一台车啊，代表他们在家里啊。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哎呦，他家的门没开。那车库门里面是有车子啊，但是他没开门。奇怪，他家不是有人在吗？后面的门应该没关吧？偷偷跑进去看一下，有人在家吗？怎么可能？看来我只能使出绝招了。有一个地方可以爬去二楼，然后进到他们家里面，对不对？毕竟我是小富嘛，要进来这个东西轻而易举啊。我去楼上找他。那个麦克的女儿一定在这里面。怎么没有？我知道了，吉米一定在他的房间里面打电动，绝对是这个样子。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怎么所有人都不见了？所以麦克他们不在家，感觉怪怪的。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了，有一个地方一定会有人，就是海边的那个健身房，有没有？每天都有人固定去那边运动啊。我们只要去那边，绝对会有人在那边运动，不可能空无一人吧，对不对？走了。那意思是说，如果真的都没人，我现在是不是不会被通缉啊？来了，我们已经到了海边，应该有人吧？这边不可能没人呐、每次都有一些人在这边运动啊。今天器材随我用，我就在这边等，你们不要再装了哦。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我们打电话给警察局哦。什么爆炸声音？明明就没什么人，警察局电话是这个，他们是911跟我们的不一样啊。怎么打下去直接被跳出来？怪怪的。然后我们直接去警察局看看，我们就知道了啊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警察局，警察局总不会没有人的吧，对不对？来，看看会不会被通缉哈？警察局没人，最好给我通缉一下。
哦，三颗星欸，对，我要就是这个效果，三颗星，这样子我就被通气啦。阿冷欸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欸，他们这边怎么这么乱啊？而且看起来很脏乱，对不对？感觉好像已经没有人一阵子了。没关系，至少我现在有三颗星嘛。等一下，警察很快很快就到了，没错吧？借用他的这个警车哦，我们这也算是一种违规嘛。来来来，三颗警星哦，有枪声。哎，刚才不是还有警星，怎么突然就没了？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完全没人呐？奇怪，今天真的太怪了，一个人也没有。这样子我是要怎么存活啊？我要去哪里吃东西啊？我打电话叫 Foodpanda， 没有人回应啊，没有外送员要送单啊。原来是一个人都没有，这样我不是要饿死啊？我这附近的便当店好像都没有开耶，欸，难不成我们这边不是有一间这个？这里面该不会也没人吧？来，我进这一间里面看一下，这里面通常都有人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不太可能没有人吧？哎，还真的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平常这一间里面生意很好的，至少没有客人也会有服务生站在这边啊，做饮料之类的。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啦，观众跟我讲的，我自己平常是不会来这个地方的，都是观众口耳跟我相传，我说这边会有人，然后说这边会有人在跳舞哦，今天都没有啊。不然你觉得我平常自己会来这个地方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这边竟然没有半个人，实在太奇怪了，对不对？欸，怎么可能啊？奇怪啊，我出来，我的摩托车怎么不见了？所有东西都不见了。我知道我去机场，至少航班不会不见吧？你看一看，那边有个飞机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说有人嘛，但怎么感觉好像他要坠机了？哎，他是不是要坠机啦？应该没事吧？我们去机场看看。好，我们来到机场了。这边从哪里可以上飞机？我们坐飞机去看一下。欸，有人追，赶快一刀未剪。欸，那个直升机直接掉下来。欸，刚才这上面有人啊，我们绝对是没有看错的。来吧，人在哪里？人，欸，怎么可能？我刚才明明就看到这边有人啊，还有这直升机不可能凭空而降吧？怎么可能？真的里面没人欸，这个直升机就直接这样掉下来。欸，你们看看看，那边有个飞机在动，赶快追！快快快快追追追追追追！它螺旋桨还在动，我们这边一刀未剪，来剪辑师这边不要停。他刚才螺旋桨还在动，才刚停，我们画面 NPC 应该不可能就此消失。快快快快快快！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过去。我刚才很确定，飞机上没有人，螺旋桨是不会动的。欸，啊人呢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欸？我刚才明明就看到这一台飞机有在动啊，怎么可能？那我就把这台开走咯，你们不要这台飞机，我就带走咯，直接现赚一台。太诡异了，这边根本就是鬼岛嘛。来了，走了，全速前进。怎么可能没有人？太奇怪了，对不对？我刚才明明就有看到，可是一靠近就没有，难不成是我看错？哎，你看，追哦，那边有一台啊，往回追，
终于有人了，对不对？快快快快快哦，往回追过去。他刚才降落在这附近的吧？哎，飞机呢？嗯？哎，没有任何一台飞机降落在机场啊！我刚才应该是看错吧？可能是看错吧？不然机场没有那一辆飞机啊？还是他们在躲着我？然后我们偷偷摸摸瞄一下，哎，有一台车。有吧，这一次有了，快，这一次真的有了，有车，地上有车，你们还在骗啊？再骗就不像，我知道去高速公路绝对有车，嘿嘿嘿，还想躲啊？我直接降落在高速公路上，我就不相信，我就在那边等。高速公路是绝对有车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飞慢一点，我们飞慢一点。太慢，太慢，太慢，太慢不行。我们换个比较好一点的交通工具好了。等一下，高速公路竟然没有车，是怎样？是因为我已经喊出说我要去高速公路了，所以高速公路就没有半台车。看来他们挺会躲的嘛，今天你就不要被我找出一个人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高速公路如果没有，哎，前面飞船里面一定有人，哈哈哈，被我抓到了吼！那我们过去看一下，哎呦，他在躲，赶快追，快，不要被他湮灭证据啊！唯一的人不见了，他直接给我坠毁，哎，我什么事情也没做，他刚才尸体是在这边，总是有尸体吧？你不可能说飞船跌落在这边没有尸体，还真的没有，哎，看这边一刀未剪，尸体没有。好扯，我就问，这样的世界到底要怎么生存？哎，火车，有火车，快快快快快，在下面追，赶快确定有人在。哎呦，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，快快快快快，追不到，追不到了，赶快，这太难追了。啊，那上面有人啊！输赢就看这一次了。哇，这好难飞哦！不行啊，我们是不是要换个交通工具？哇嘞，人家跑掉啦！赶快啊！我现在追应该来得及吧？应该跑掉没多远啊！快快快快！怎么可能这样子就不见？你唬我啊！刚才明明就有一台。好了，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追上去。绝对有一台在前面。他没有跑这么远吧？在我换摩托车的期间，你直接给我消失。可是我刚才是没有仔细看到车上到底有没有人啊？哎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对面，对面有声音，所以要往回走啊！快快快！他这边有声音，有声音，哦，有人，我看到了，嘿嘿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有人吗？一定有，一定有，赶快钻上去，赶快钻上去，他会不见，还想跑啊？刚才我看到这边有司机，嘿嘿，哎，司机哎，空的火车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空的火车挡下来，他竟然里面没有人哎，哇嘞，我刚才明明就看到有人，难道是又是错觉？哇嘞，没办法超到他前面去啊！哎，你开快一点好不好？
超车超车超车，呜呼！啊，这里面竟然没有人欸，来往前追，来把他挡住。哇嘞，挡不住啊！救命啊！完全卡不住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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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现在是没有踩油门的，可是一直被往前推啊！你们看，你不停车吗？我你停车了吗？不停欸，以前是会停的欸，也是上面没有人啊！哇嘞，我真的傻眼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